们今天要去台湾这种地方，应该是台湾比较多的地方啊。这个好像真枪这样哦。哇！你自己摸你自己摸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就要出发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去台湾。Yeah, 我们现在要去台湾。今天我要跟大李阿伯一起出去，所以晚上我跟他共度啊一夜，我整个人要死掉了。你睡觉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呼吸不到是不是？你睡觉会这样的嘞？这样的嘞？因为我喉咙出声的嘛。我怕你死掉哎。死掉了。OK， 我们今天要去台湾，我们绝对不是去玩的，我们是去做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接下来这五天，我们会一起去台湾找美女，然后顺便看台湾有几个人认识范琪。我在台湾应该也是有观众啊，我40万 follower 100%也有40个啊，没有啊，4000个啊，也不错嘛，有台湾的观众没有？我现在要来你们的国家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去到那边呢，也是一样怪人的。Let's go, yeah！哇，不要看他人大大只这样，他去台湾5天，竟然只带这样子哦，够用咩？我带到这样大个。一半是空的吗？我最多需要变买过年的衣服，带个台湾美女回家。可以耶，我带个台湾美女回家了。我上次去台湾最少都有8年了。我们是去那边做工，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我这个去要弄好赌篮，跟大老板一起去台湾做 business class 啊。不太羡慕，不要羡慕。我现在是企业家了，已经不是排件了。OK， 我的新 MV 也要出了，之后等我出 MV 的时候哦，帮我 share 啊。OK， 老安哥开直播，吵到半死，我在车上睡觉，在那边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要先 check in 了，我要去台湾 B 榜 B 榜 ，Andy 没有在。B 榜 B 榜 B 榜是看到美女哦，那个没哪里有 B 榜啦，那个像大象一样。哎，他说你在。死废柴！喂，哔啵哔啵！我上次坐那个 business class 哦，没有两下班就直接到新加坡，这次终于可以享受一下。我的老板讲，现在我们开始做生意要学会抽雪茄，结果就带我来一个雪茄店，你看。怎么做生意要学抽雪茄嘞？因为成功人士都是抽雪茄的人啊。啊，这个我哪里会哦？你买啊，我哪里会哦？老了就抽这种是不是？只放烟草而已的，这种会不会比我们抽香烟好？会。这样买这个来抽啊喂？其实我就是给他教坏了。估计是。哇，爽嘞！你坐得下吗？交费哇。真的是很爽的，现在 business class， 因为平时我坐那飞机哦太挤了，我又太大只，所以没办法。不过呢，我后面那条水是绝对不能够坐经济舱，因为哦他坐 business class 哦也很满。玩一下他的床。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到台湾的酒店了。可是这个东西不懂是什么懒呢？喂，这个厕所直接可以看到我的大便了喂！哎呦，好棒哦！哎呦，加固剂啊，这样好料的，很日本的感觉哦，坐个小木椅。我们这次呢来台湾呢真的是做工了，我们来找看有什么艺人可以带去马来西亚做演唱会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在新年前赶来台湾觅一下这边的朋友，然后介绍看一下有什么艺人可以去马来西亚，慢慢把我这个做演唱会的生意做好它。所以来看看一下，看可不可以请到张惠妹啊、萧敬腾啊、蔡依林啊。不过我们跟这些艺人或者是经纪人觅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拍了，因为第一
一次见面我通常都是没有拍的啦。现在先休息先，等一下去走走一下夜市，去走一下台湾的巴沙马兰。如果你给我呢，我一到酒店呢，我一定是乖乖在 hotel 里面躺住哦，在里面chill哦。这个老王哥比我还年轻啊，他讲在酒店的么，出来走走啊，然后来带我去这种暗暗的地方哦。你看这种暗暗的地方，看暗巷摸大象啊。你看这种做油店，那个拍那个戏的蛮尬哦，是呗？走走看一下，现在这边的天气哦，有一点像云顶这样，可是比云顶好一点，就是冷冷凉凉这样哦。哎，越来越暗了嘞，你是带我去找女孩子是吧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看前面暗巷摸大象，要去板卡夜市。哦，要去夜市是吗？我以为还要带我去那种暗暗的地方，女孩子漂亮漂亮，那个灯一点点红红黄黄这样啊，像这种像这种。来了，这个哦，这个是谬回了，我厉害哦，王哥带我走到这样多人的地方去哦。那边外面哦，这样亮亮，不要走，特地要走进来这种暗暗的，这是赌博的啦，博叫的啦。然后这种机器可以这样子在人世界玩哦。果然这种地方应该是台阶比较多的地方啊，你看可以有这种店。情趣用品，我就知道这个老阿伯喜欢这种。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看戏的那种洗澡堂啊，抓脚的，哦，抓脚，对啊，我很怕人家动我的脚底。为什么呢？喵。真的喵哎，我觉得这边哦不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哎，我这样走都没有年轻人，全部老老了。哇，安哥带我来那种秋秋的吧哦。Easy Five 哦 ，Live Band， 他喜欢听歌，来这边听歌。很爽啊，安哥会享受哦。哇，我要去了，我要去了，我要听歌了。各位朋友，我来给你们隆重介绍多利亚贝。晚上睡觉就像犀牛在打架这样，战况非常的激烈。突然没有声音了，犀牛休息累啊，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又要来了。我一拍它，它就没有声音了，这样厉害了。犀牛应该是打死了一只啊，所以可以睡觉。那个老王哥出来哦，我们看到美女才逼啵逼啵，他就无缘无故逼啵逼啵，结果他就讲那个加摩多的逼啵逼啵，安迪来的哦。还是跟 Andy 来比较对， Andy 一 b 啵 b 啵就是美女，这个一 b 啵 b 啵直接是那种老 Andy 了，前面这种前面的，前面有 b 啵 b 啵吗？有啊，一上飞机啊就考 four 考到现在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西门町。我们去西门町有工作做咩？有啊， b 啵 b 啵。你们不要怀疑，我们绝对是来做工的，绝对不是来这边找 b 啵 b 啵的。来啊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里西门町，这里就是他们站在这边跳巴桑 anthem 跟 Who Else 的歌。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扬眉吐气啊，怎么现在西门町也没有台子了的？我去韩国的跟在这边的有差，韩国美女比较多，这边没有这样多美女，可能还没有出来。哦，我懂，这边，这边是晚上很多人表演的。那我们应该是来错时间了。那边是晚上的吗？像现在来么？来给你感受感受一下。感受个懒惰嘞！哎呦 ，Flame Down Andy， 我们应该先来看先了啦。走走，先去买票先。熟悉耶，这首歌在台湾听到哎，不懂他知道原唱现在站在他的店门口。我有唱啦，这首歌现在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听听听听。头没头有没有听过？妈妈说新一年别懒惰。哇，开玩笑，这首歌在台湾也有播啊，问看他懂不懂我要收版权。啊，我跟他讲哦。啊，你先跟他讲哦。啊，他要收版权的。走啦，我不要死啊。你又讲哦，叫我讲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拜拜拜拜。他妈这个怪脸，竟然遇到更怪脸了。Let's go, let's go， 加蹦加蹦，我要去吃卤肉饭。哇，这个好像老是这样哦，哇，这厉害早嘞。哇，你的卤汁很贵啊。哇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烧的嘛。哦，烧的烧的。这个是保温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好吧，那你们先吃了，有什么需要再告诉我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安迪给他烤到很爽啊。拿的东西都比较好吃给我们。老师啊，你吃豆腐啊？
五个。真的不错，复兴南路这边开胃也真的，我味蕾直接打开，它鱼肉很嫩的。吃看一下它的卤肉，光光滑滑。可以可以。我的大力阿伯看了发财联盟，然后他就来这边。买这个。他就写发财联盟的那个号码进去里面，然后他讲这边的开采有4亿，他算算一下有5000多万马币。他讲我死了，他现在要找地方去进这个彩票。他的脚趾架痛到半死架，去找那个修指甲的他不要，他就是去找彩票。4亿，我跟他讲不要傻了，他讲出来玩就是这样的吗？我没有说出来玩，出来工作了。对对对，我们是来做工的，我们不是来玩的。我们是来发财的吗？这个傻安哥真的很 Q， 到处去问人家哪里可以进那个彩票。你们每次问我怎样可以活到这样开心是吗？你要认识这样子的人，大力阿伯他就是真的很开心了。刚才我们去拿那个纸的地方，他讲他那边系统坏了不可以进，他就写了哦，死都要找到这个假八个人耶，真的。或如果真的给他中到的话，我怎样都要分一点点。他找到了，他找到了，今日开彩4.5亿，有买有希望。他买这种，他买这种，几个号码了？想去中哦，又有这样多个号码要中到完，想去中哦。我陪他进来送2000万，2000万多少马币？应该有几百万吧。他叫我进来，他讲选第11张，然后我就选这张2000块一张，2000块台币是差不多300块。我真的是不费啊！他是怎样算的？我不懂，你问他。OK， 我先挂游戏，你的号码，幸运号码。他怎样玩哦？这个他挂到完了，02、03。哦，还有有金额。妈的零哎！哇，我看到这样多个零，我还想说中哦，这样容易中，傻傻的。哦，来哦，又是几落，骗人的啦。很不顺。我也骗啊你。那我来。买队长，我们两个给他骗了多少钱？2000。来，我花钱先。看这个老阿伯黑吗？我看最大什么奖金先？100000。你会不会从头到尾一个都不中哦？一个号码都没有，比我还衰啊！你去下一个啦你。你比我还烂呢。我们浪费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在这边，拿2000块买一个刮刮乐，每次就给他刮起了。这边很多人在路边唱歌，很美啊这边。你看，美吗这边？老板累啊，老板累啊。这边是那种高商区，因为有很多那种 Hermes 啊、LV 啊嘛，这个。我们来台湾一定要去士林夜市，还好我们这次来这边有一个道地的帅哥带我们了。哒哒，橘子，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好朋友，在 Endowkia 可以做艺人，他不要做，他去做经纪人。制片啊，电影制片人。那我们也是有做 Night Market， 可以来看看一下别人的 Night Market 在做什么。你看别人 Night Market 现在已经掉虾了，你是看住他吃的、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这样放下去，那个钩看住它刺啊，会钓得到吗？会，刚刚有钓了两次了。哇、哦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比较快，要不要？好，没问题。看那个老板看过去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抓一只丢进去。老板，老板拿那个尖尖的度你，等一下。老板可以用抓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没？真的啊，一起开始啊。幽默的老板。这以前我们看戏的那个弹珠台，这是给小孩子玩的，是？对，大人也可以玩啊。那个来100块好不好？可以换玩具是？来来，你玩你玩。我太肥啊，受不了。哎呀，我不要玩了，我要看。哇，这个枪可以这样放哦。哇，这个枪很真哦。哇，射这种 BB 弹哦，这个在马来西亚就犯法了。看我们的多利亚贝玩弹珠，你可以放这样多个是不？可以放99颗，那就是乘它的倍数。99颗，如果10，990颗。对，最多990颗。我叫啦，没有这样容易去到那边了是吗？不一定哦，给你加。老板娘厉害哦，他想来这个给你加持，这放在你前面来给你点头。我跟你讲，你钓的比你玩的多，你信吗？要炒啊你。中好，哎呀，被旁边去啦。好玩咩这种？哎呦，一对一麻将啊，看谁先胡啊！哇，厉害，什么都有啊，很 fresh 一下。哇，这个射箭、弓箭、弓箭。听讲你打麻将很厉害是不是？差不多。来来，一对一麻将。马来西亚麻将王，来跟你一对一。开玩笑了，不要怕啦。哦。
来看你表演，他就是来欺负你的嘞。来啊来啊来啊，看美女厉害还是麻将王厉害，高手就是这样不排排。我记得以前我来士林的时候不是长这样的，现在有改。以前我来士林的时候是好像没有屋顶的哦。没有没有，哎，外面这边是另外一区，这边是有屋顶的。然后带你们到前面那边去，就是你们看到士林夜景，很多东西刺的，对，很多东西刺的，这个好像整枪这样哦。如果你要玩骑士的话，可以玩这一支，比较容易。热热身，这个是机关枪啊 ，MPC 冲锋枪，好大哈。秒内两排要打完，子弹够不够？够，绝对够。几次开始？你打就开始了。九加二，超过五颗就会打不完。哦，加两秒就是11.5。神枪手，要不要换枪？可以啦，我们马来西亚的记录呢是4.8，四秒，4.8秒。像我现在可以要破那个记录，你要破，那可能要交点学费。啊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开玩笑。还要四秒，来叫老板打给你看，打水枪就可以了。四秒再打哦。如果你打到7秒以内就可以过。完蛋！越打越慢。来，老板表演一下，这个要怎样打这么快？哦，要有人帮你按啊！来来来。來你自己破你自己哇！我没有打过四元。我的记录谁？你可以放在这里。他的记录原本四秒，他表演一下给我看，3.7秒。那你运气不错。是我的运气不错，我开了7年了，还没打过这个秒数。开7年没有打过这个秒数，你按慢是吧？玩快哦，几乎都是4秒多了。厉害嘞，这样哦。我们看这个以前做过警察的人。可以嘞，警察，哎呦，还没有失误的哦，厉害哦！感谢，好了，新年快乐。OK， 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3秒。有台湾的观众，你们如果想要超越他刚才的3.77，你们来士林夜这边挑战他。超过我的话有5000块。哇，哦，他讲了，超过他有5000块啊。拜拜。我来这边今天是3天，我听这个人讲故事讲了3天，他每天都在听这个人讲故事。我在家里也是这样，不然不会睡耶，这好像催眠曲。神经病嘞，他睡觉哦，还要最大声，他睡哦，他还是放在那边哦。妈的，这个人！所以我家里人习惯了。我也是可以这样吵睡的啦，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他每天都要听这个人讲故事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后来就好了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害我输了那个刮刮乐又来了又来了，每天要骗我做东西，就跟我讲做人要怎样要怎样。今天我刮2000万，我给200万。哎，2000万最少500万。原本只是想哦，随便找个地方吃东西，然后等下去看电影。可是我进来这间店真的太好吃了，叫周兆子面店。它的这个松板煎猪肉爽到懒样，还有它的牛肉认真好吃，还有它的炒豆芽，哇，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 the best of the best。我以后来一定要来吃这个，太爽了！鸡也好吃，猪也好吃，牛也好吃，虾也好吃，鹅啊也好吃。因为这个我不吃，来端两杯，吃一下看。上头！他吃东西很难讲好吃的嘞，他讲好吃哦，走不掉啊那个。现在来看电影，你看那个阿哥吃爆米花，我们来看这个电影《灌篮高手》，跟阿哥坐情侣位置。我们看完电影了，这卡佬啊，在电影院里面，哦，好看吗？真的不好看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《灌篮高手》的主角是宫城良田。妈的，樱花都跟流川枫变成配角，我旁边那个又在那边哭，鸡蛋糕这个什么鬼哦？你要唱歌是吗？你又不敢了、啊？我不敢了、啊。我唱一首，你唱一首啊。来唱，你先唱。你先唱啊。
屌傻了，叫我去那边唱歌。要回家了，等一下4点要起来，5点要去机场。所以今天这个台湾去就这样子了啦，你们就看我跟这个大利亚贝来这边做工这样。我的工作不方便拍，所以我就没有拍。其实我们真的是有工作，不是像你们看到这样吃喝玩乐这样啦。其实工我还是有在做的 ，OK。只是讲说不方便拍，因为关系到一些比较 private 的东西啦，就不要给你们这样给播了。过了8、9年这样来到台湾，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。跟马来西亚差不多一样啦，只是很久没有来了，然后这次有工作就顺便来走走一下。然后第一次跟这个大利亚贝出国，跟老安哥他晚上睡觉好像犀牛打架这样。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啦，我也不懂要讲什么了，我只是要做一个 ending 吧。然后我一直讲来讲去讲来讲去，我又不懂要讲什么鬼，这样所以我就不要再讲了。新年快乐，拜拜。